这样声音怎样？这样的有那种环境的噪音，所以是沙沙声的是吗？再调整一下，自己听听看我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OBS 当掉了，啊！好，还不让我调整。算了，先不要理他。放车，对啊 ，OBS 为什么不让我用？真是奇怪。好，就这样。下面调一下跑马灯好了。为什么有人一直撞我啦？这样子好了，好。帮编号13号按赞，好。那个按月，你等一下提醒我一下，我晚点过去按。今天下午其实有偷偷的小玩了一下，但是现在就是卡在这个忘却部队到底是什么？忘却军队到底是什么？到底想知道这个是什么？目前现在就是卡在这个任务，然后不知道怎么过。噔噔噔噔噔，有一堆人邀团队。而且我莫名其妙获得了钱。第二天，好的，所以现在还没。好，没关系，既然就早点开吧。时段没到不会出现，所以是大家在这边等这个忘却军队，对不对？
大家都在等这个了。忘却军队，请看右上角游戏时间下午两点跟凌晨两点出现，所以右上角时间下午两点跟凌晨两点，所以现在才7:40而已。真假的？那不就要等很久？两点哦。我要等很久呢，那现在要干嘛嘞？哎西，那我们就2点。四武器法，稍后。好，没关系，我们先来种个，去种子或是树苗商人购买马铃薯来种。所以，这里有一个惊叹号，这里的。有任务可以解就好了，其他就不管。觉得公测之后应该要换一下账，换一下职业，走这一条路。现在戴这个帽子，好像看不出我的。会拿下来，这样子。哎，有，这样就看得到西索的头了。2点跟下午2点才会出关。帮13号主持支持，好，等我一下。
站在上一次吗？可以吗？这什么东西？打开箱子。采集炸弹。不是，这是农夫，所以我们只要打只有放到里面一点。好嘞，过来。为什么他们有一只好帅的坐骑啊？最里面看好了，总觉得今天网络特别卡呀，为什么？这里人也太多了。总觉得，为什么今天网络这么卡？效能，网络也没吃那么多啊。今天 CPU 吃比较高一点，奇怪。那些东西关掉了。看到半个队友啊！不是啊，我要一起打这个啦！打，你打完了吗？
十四等，吾乃非洲酋长。酋长，那里有一只，哎，有一只。这里这个点看起来没有人。等一下，等一下，上马，上马，回去刚才那个点。这里，这里，这里啊！我的，这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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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还有人吗？没有，那这边就有一只可以打。坐骑箱是不是？三十五座。赶快出来吧！射！好了，总算解完这个。等一下，还有。要解决什么？消灭魔法师。哪里？消灭魔法师在这里。一个讲解，或者是普通话，再见。有队伍吗？魔法师再见啊！魔啊，是吗？不是吧？哦，不要这只，等等等等，啊，这个这只。有啦，没有，呵呵，没有抢到，该死的，该死，怎么抢不到呢？是啦，那就要等下一次啦。那我就先打他。是重生点在这里，
到你。打不到，然后一直有新的人来。出来喽！哎，枪枪枪枪枪不到！哎，有，应该有。哦，白痴哦，都打不到啊你！等一下凌晨两点要记得去打呀。我决定要用宠物攻击，用宠物攻击比较快。就是他。总有了吧？哎，这是解不完呢。哦，不是我妈，是我。到第一下，然后反正就在这啊。哎，烦哦，永远都打不到。那这些人通常都一定有主了。哎，按错了，不是，组队邀请，来，全部都来，这样不就好了吗？大家组一起打就好了，这样就不用担心谁抢谁了，对吧？合作一下，合作一下。就是你，来来来，这样就有了吧，有了啦。还有什么别的啥呀？下来，有了。看，这样就对了吧。卡滑鼠。剑就放去，
幸存者邓肯对话。快到了，哪里？那里。叮叮叮叮叮叮。飞队长伊万对话，我们来跟伊万对话吧。伊万队长，不恨你啊，伊万队长。接，然后韩这边，哎，不要挡路 ，OK。不会啊，还在山上，阿鹏航空。跳，哎，感觉有点不受控制，这里的意思，哎呀，不行啊，骑马在这里面好不方便。然后呢，这个房间是不是？不是啊，一百多，那就不是在这里面。怎么放弃？按 M。哦，是另外一条路啊！上马，上马。马儿跳，马儿跳。哦，在这里吗？到底。要怎么清？拿着用干柴火和耳的火炬烧掉，所以我要先去。先去哪里？这里吗？这里。下马，下马。干柴火不足，先捡干柴火，然后点着，这样就有了吧？有吗？烧蜘蛛啊！这个包裹怎么这么满？包包只能放多少？五十而已，我又爆满了。哎呀，我一下就满了，啊！这个就不能装了。装备要怎么分解？巨作巨巨巨，我的袋子先开一开。开始。阿杰。人物魔力值，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料理值，
未鉴定入讯失去的，他会这么讲。占空间了，对，应该是坦克，没关系。哎，营烧开了，还可以把火炬丢掉。需要打20，打5只蜘蛛。吸手被黏住了，好，再来，我终于了，先不用打，先打这个，真奇怪，还缺了两只。去啊！有电梯，嘿，上！我的马儿上来，哎，我的宠物，好，进来这边，要获得这个，那就直接离开啦。完成。哎呦，这里好多人，这边在干嘛啦？上去啊！哎，这怎么又上去？等一下，不急，这边在干嘛？啊，我没有瞄。不是，这边在干嘛？为什么要挤在这里？不觉得拥挤吗？上去啊！啊，有人卡在这。嘿，啊，这个人卡在这干嘛？
着熊猫，检举违规。违规使用角色合理，对吧？还是故意卡楼梯？去吧。又在卡，哎，就是有这么人这么讨厌，要在那边卡着。那上来可以干嘛？没有。哦，有东西吃。啊。上来之后，哎，哎。这只是上来就是在外面这里养，好吧？这样你就可以下去了。基础的体能很强的，然后这里640这个方向，这个正前方，等一下先卖一个东西好了。这也可以卖一点，这可以翻新。到底有什么可以丢包、可以卖掉的东西？水不行了。啊，火炬嘞？历史。卖。好的，这样子。哎，不是啊。啊，刚才不是已经？啊，在卖。那什么东西？食物不能贩卖，这个吗？这可以，这也可以，这样吗？就是这个鱼不能贩卖啊。哎，这个也不行，对。那这样呢？所以原木可以吧？
题目可以，这个也可以。之前任务吗？所以在目标在这个方向，好，出发。正前方500公尺。稍微快了一点点而已。然后叫妈，叫妈。继续飞。安安，看有没有新的观众。右键转是床是用跳的。与老玩家联手消灭，这是什么？上吗？100公尺，冲！到了，到了。气氛哦，哦不是不是，好，哎，开心成这样，怎么又是你？你们怎么都长得一样？哎，等一下，我被挡住了，太多人挤在这里了，21公尺，在哪里？这个方向吗？等一下，9公尺，在这里，这里，哦哦，那边的，看到了。那个，
为什么？卡住了。卡住了。这游戏其实也是可以闪躲的攻击的嘛，所以要一直走位。黄金五十人团。现在还缺好多只。这就是一个大家疯狂抢怪的一个节奏，人多到都没有怪可以打。哎呀，还缺一只战士跟两只巡逻者。嘿，马上就出来一只。缺一只战士，缺最后一只战士。是，战士，哪里有战士？亡灵又死了，战士。哎，这里，战士。OK， 好，先回去交任务。我觉得我应该是穿皮甲吧。其实我不是很清楚我到底该穿什么。先下下马，下马威，角斗士应该不是我的装备。我应该是穿角斗士武器，我应该是这个吧，皮甲，双手剑。这是我这套装吗？是的。
这样我就四五六六件，这我还缺一件。那我缺的装备是什么？看一下啊，头吗？这是星月啊，那我的帽子呢？我缺帽子，可是帽子要去哪里拿？哦，超额做，上吗？消灭堕落的铁齿革新，啊，这上面是不是？嗯，没问题。还要从哪里上去？有，哎呦，麻麻。应该是从这里上去哈。这里吗？哎，哦，妈的，暗空门店超会爬墙。这里啊，好多人啊。啊，我走过来就打完了，呵呵。超傻的。哎，我的防毒软体突然崩溃了，不过不影响。一样可以玩我的游戏。再往上，哪里？这里，啊，这里面。安安，欢迎来看西索的日常。这里面是不是？好哦。这里是不是？从柯林，哦，这个是不是？柯林躺在地上，这只是什么呀？这个是不是？这个，跳。全队伍都看到都是我们的人，这个队伍一次也太多只了吧？团队可以放这么多人。好，现在是那几点？几点？还有一个小时。现在是那两点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去打那个那叫什么忘却军团。剩这个，这样是不是又没有任务可以跑？获得两瓶61，快别逃！好，370，所以我们大概1:30或1:40的时候开始往回跑，应该就来得及。2点的时候到那边，1700嘛，就这个地方。咔啦咔啦咔啦，在中立区啊，你能来吗？哎，继续前进，袭击教会根据地，看起来就是这个东西。啊，对不起，这是人啊，这是螳螂啊。
自己就还好，就不会被抢。英雄之地，引爆他！啊，靠！就这样吧。我的，操！这边人超多的。试了一下，65%。75%。95%， OK。 等一下，这引爆一个就刚好完美完成了。安安，要再讲一次，欢迎来看西索的日常。Hello， 安安。安安 XIXN199，300多，但感觉我已经绕了一大圈。道真的是好爱吵，差不多，现在回去等一下好了，等打完那个再回来。
再跑下一张地图。不要打我！啊啊！扫地精！还没到。一下子就走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出不去，卡住了。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解的？哦，这边那个山贼的后援应该在这附近的任务。为什么应该闪一下？嗯，西索快跑！抢房子，现在就开始抢。这个可以先退掉。我的职责是输出。哦，还可以这样。哇塞！等一下，这边是怎样？大家都在等那个、啊，好恶心啊！忘却军团，再见军队。全部都在等忘却军团啊，军队、啊。这真是马上加到满，哈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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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够恶心的。下马，板金腰带，噔噔噔噔。好吧，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嗯，点了没反应。为什么他不让我用？还有被奴役的，也放。你主要在哪里？完成山贼的后援。啊，不是啊，人太多了，这人多到他已经等到都卡住了。哇，好远，不过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这是世界无敌卡，然后右上角一跳那个讯息到底是。
觉得今天特别卡，好烦。马儿跑，马儿爬墙，再一次马儿爬。马超会爬墙。现在时间来得及吗？哎，等下45分了，回去，不行，要回去了。哪里？这个方向是吧？向吧。真的，我总觉得卡卡的，今天。全队应该都在这里等。降下来，啊，不行啊，人太多了，要把配备关低一点，不然真的我被他们搞到爆炸。调整一下荧幕解析啊，人太多了，大家都挤在这里就超卡。不要打小怪，打王打小怪就好，不要打王打小怪。所以到底是要打王还是打小怪？打小怪就好，打小怪就好，不然会死。到底，所以是不要打王，打小怪。好。抢个好位置，先在上面哈。你看到下面那个，不要打老，不要打老。我知道在干嘛。好，不要打老王。这样一样可以玩吧？好，我决定我要这样玩，不然真的……放掉！不是啊，这人是多到……所以大家是冲哦，来了，哪里？等都打小怪，不要打王，打王任务就解不了。好，中计了。这一次是打其他的对不对？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不是啊，完全看不到东西啊，我就一直按着攻击啊。不要打王是吧？哎，等一下，打到王了。不要。好。谁打王 ？No。
啊，算了，撤退，不打了，不打了。哎，不行，我们先去把其他任务都跑一跑吧。这不行啊！大家很爱乱打呢。我要先爬到山上，从山上飞下去。四号任务点，准备飞喽！嗨，飞，出发！希望可以一口气飞到那边去。飞飞飞！飞到山上去了，撞！哎呦，在哪里？啊，在叫马，上马，马儿爬山，上去，马，马爬山。哎呦，卡住了。感觉是可以的啊，要相信我的马。算了算了，要穿过这个，这是一定我信仰不够。相信我的马，从哪里可以上下？对，发疯的矿工使用支配。突然清醒了，啊，可以丢了没？没准备好，好了，回去了。我连那左上角一直跳东西，为什么？莫名其妙，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在闪？CLR 是什么东西啊？我的电脑有奇怪的东西，它一直在闪烁。闪烁。我突然觉得我电脑变顺了。我错觉，它没有变顺，对不起。
时，剩下两个小时就要等，对不对？而且他现在不是才早凌晨两点多，为什么天已经亮了？不合理哦。比较好一点，我有七只，喂，再用飞的就好，下马，往跳，飞。它有送点数吗？是为什么送？抽了十只做了七只出，为什么信箱可以拿点数？原来啊，那哪里可以开信箱？打开信箱了，有这个吗？我有一封未读的信件，所以应该是真的有了。好哦，等一下去开一下信箱啊。西蜀真的好帅哦，你看看。可是他永远都只让我们看背面，我想看正面的啊。行，我下线前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西蜀的正面。信箱底的东西有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有点数是吧？这里有没有信箱？有桶子是吗？去哪里开啊？哪里？继续前进。鲁鲁带哦，鲁鲁带就是所谓的点数。原来如此，我有伤痕，所以好，我到这里了。好，跳一个。信箱有两个仓库，是到底在信箱还是在仓库？所以这是可以，哦，原来可以用这个啊。我们来抽抽看，鲁鲁带就是所谓的点数嘛。然后他说有两个，我们去领一下鲁鲁带，看可以抽。这是哪里啊？这是哪？这是哪？
传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他自己是。这中间闹的就在我前面而已，这个鸟，这个是油桶，鲁鲁带大放送，这个吗？为什么只有一个？就可以去商城抽，是不是？有哎、欸、有哎、欸，可以抽坐骑十桌，额外经验值。花500可以抽475路带，为什么？为什么要花500点去抽475点？上古悠闲30天。莫名啊，好，没关系，重点是我们想抽坐骑。总共购物钱啊，十个350，先抽一个就好了，好吧？他有没有打折？购买，购买。领取。好，马上抽一个。哎、欸，大眼兔，来没 CC， 吸手奇兔兔，啊，这兔兔性好高哦，不错，哎、欸、哎、欸，还不让走呢，兔兔冲刺。蛮可爱的这只兔，非常可爱。购买，再来一次。哎，哦，狮子，9.5，都是9.5。啊，狮子！狮子长得有点丑。下来，让我下来，下来！哎、哦，我下不了马，等一下。哎呦！帅气坐骑，这是什么？蛙牛，9.5。好像应该要抽到蓝色的哈，才跑比较快哈。啊，就买十个吧，反正这点数就是拿来花的、啊，不是吗？不就是拿来花的吗？抽吧，抽抽抽！哎、啊，我第一抽就抽到蓝色了。驴耶、欸，看看驴，这一只不是那个吗？看看七索骑驴，哎哎呦，等一下，这一定要降平台，让它变正面，等一下，嘿，这样就可以了。西索骑驴，打算换一个坐骑，
是来拍照的。啊，就是兔子啦，等一下找个漂亮的场景，到海边好了。啊，卡住了。我们就让我们面向大海好了。这样子好了。来，过来一点。过来，好。上坐骑。哎，看不到西索自己。等一下。不行，来一次。解散，然后再抽换他一次，把他沉到这样，好，看不到，看不到一直，继续抽，什么老练的褐色马，老练的，赤里风雨。哦，有一个稀有的黑色乳牛小花是什么？哎，等一下，东西。가방이가득찼습니다가방칸을확장하거나마을의창고관리인에게물건을맡길수있습니다又是兔兔，金两个兔兔，还有紫蓝色瓜牛。看哈，坐骑。这里有没有商店？有爆竹商人。来卖掉一些吧，这个重复的就可以卖一卖了。它有分等级吗？色流这个瓜牛兔子不好吃，不要卖掉。为什么不让我卖它？这是我原来那一只，是不是？没有。好，让我们来一张一张看。先骑一看这个，哦，我看人家有这个很帅，这个就是他，这个是真的蛮帅。哦，这只好帅。可他不能飞，为什么？他不能飞，让人死亡，不能飞。快点来！啊，我决定来以后，我要骑瓜牛，奔驰的瓜牛。快回去，结果挡到我了。当当当当，我继续跑任务吧，还有一段时间。反正今天是没办法解那个忘却军团。西索以后就骑这个瓜牛啦，好吧，是从灵动的蝴蝶蜥蜴那里获得蝴蝶蜥血，蝴蝶蜥蜴这个
哎，我被打晕了，我跳过去就我自己被打晕了。所以我要先把他打晕之后，这样就好了。我不用。啊，原来是这样。敲，然后采集。后面还有一群敲。要采集。哎，好想打我。哎，大哥，不要这样。哎，你打的很痛。等一下，等一下。你打得太痛了，不要进，不要进，没戏啊！不要，对对对对对对，走开走开！不是啊，这只一个就爆冲冲过来了，上马快跑！我瓜牛冲超快，瓜牛跑超快的。无法对生气的对象使用，好生气哦，超气的，有一只，而且超生气，等下又要追着我，没有哎，还是随机，还好。收集，下一只，冲啊！敲，应该不会来打我。为什么？等一下，他生气了，上马，上瓜牛。我的瓜牛看起来超像那个电动摩托车一样。你看，还甩我。等一下，又一只跑过来，你干什么？不要啦，会痛。好，去抓下一只，冲！敲，然后就可以收集这个。上瓜牛去下一堆，上面对对，这么多出来的，哪里还有不生气的？哪里还有没有生气的蜥蜴啊？不要生气吗？我不过借一下你的血而已。好，完成。我要用弹长弓啊！好，上蜥蜴，等一下，你不是上蜥蜴，上瓜牛，我在讲什么？他给我的武器这里。又把攻击变高了，这边好多人，这边是不是有伤人？有伤人也卖东西。
15到55等的项链，还差一点，那就留着。啊，好多坐骑哦，太多只了，这个马不能卖了，会把这些都卖掉。5个可以合成一个武器金元指标，原地复活局，反正真的啦，反正现在是那个风车会三打，所以其实包括空间够来说，冲啊！我们飙瓜牛，瓜牛跳超矮，瓜牛不会跳，你看，啊，如果换兔子是不是就可以跳了？算了，不是吧？你给我坐下来干嘛？对对。72、73，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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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要干嘛？要拔5根杂草。其实我已经沦落到了帮人家拔杂草。其实我已经是拔杂草的除草公司。杂草，请问你有需要拔草吗？好，拔一株。不要，我要拔杂草。哎呀，没有道具被我捡。장비아이템은고요한어둠의금은돌로분해하여제작재료를얻을수있습니다我发现装盾牌可以增加那个为什么会攻敏捷哦现在还有这个加速吗没有那喝这个韩文，怎么有韩文出现？到了，等一下，把懒惰的这个。提醒他，下来，甩他。
串。标一下我的瓜牛。实现任务，那我先点这个，在哪里？懒惰那在哪？哎，这个吗？不可以，只能对他使用。走快点，大家都在踹他。这个新的技能点一下，我要从一个纯粹好，所以按七释放，耶，好，所以我现在回去找那个。哎，我食物短，它可以穿干那个不能穿的。我挂你五十等嘞！哎呀，就是这一群人吧，好起来。在哪里？这个。哎，你离我太近。喝我的魔法恢复药剂，呵呵呵 ，Attack！
有人获得完美的耶，哇，抽到完美的装备，有个完美的坐骑。钓竿，剩两天，这可以干嘛？使用可以使用三天，钓小鱼时间准备蚯蚓，然后再垂钓。哦，所以不需要装备我才能去钓鱼，对不对？还蛮酷的。不要瓜牛，这瓜牛不会跳，就是瓜牛跳不起。下一个，然后使用这个，然后挖这个。哦，又有人获得完美的就神木，挖挖挖。这瓜牛真的像电动摩托车，你看，你看这车面，没错，那这样，怎么样？我觉得超像的。哎，有人问。边边使用米雷，这个在树枝绿树枝茎，好，已经用完了，关了。对了，这个方向，好，轮转位移。这些道具用吗？好，请进。蜗牛跳，你看蜗牛跳只能跳这样，蛮好笑的。看到了吗？正前方。好，检查看矿工的尸体这里。上面那个是什么？
给我一堆这个道具，可以回生命的跟回魔的，是的，那我还是回这个，可以回多少？500多。泰，好，应该又是一群人这个地方。看一下佳佳哈，佳佳。哦，安安天成良界，安安。刚才是不是有听到我弟弟的声音？弟弟，用这个桥。欢迎追随。对，欢迎追踪。追踪。계산이없습니다。계산이없습니다。계산이없습니다。如果追踪我频道，就会听到很可爱的声音。卡到我，结果结果，那我的蜗牛嘞？不要挡我！今天西索是西索飙蜗牛，有没有看到？蜗牛，我真的觉得蜗牛感觉比其他的速度还要快。枪好用的，你不觉得蜗牛很可爱吗？你看蜗牛跳跃，蜗牛跳跃超可爱的，你看，像果冻一样。在上面了，可是蜗牛不会爬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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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愧是蜗牛，你看，超猛。16等喽。那我现在干嘛？任务点在哪里？这里，笑，没任务了吗？有啦有啦，里面有任务的。蜗牛呢？冲啊！使用这个，就要上去是吧？没问题，去帮他插这个。下坐骑，哎，等一下，我先到。
处，小主席卡住了，我帮他擦这个。欢迎追追，每天晚上都会开。你的驴，你的驴，大大你的驴，好，好，冲啊！冲啊！黄金平原之战，得到被污染的冰封之心。哎呦，卡卡！哎，这里有任务可以接。哎，这里有任务可以接。狂奔的蜗牛。射的不要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哦，我太聪明了。完成。不行啊，蜗牛卡住了。上面这边，啊，不然呢，在这里，刚才在下面。他说跟杂货商人购买记忆墨水，杂货商人，杂货商人在哪里？有任务通知。向右转，这边应该在这附近吗？这里啊，嗯嗯，还有再过来吗？这附近吗？哪里？哪里？安安杂货商人在哪里？这是食物药品。这里，这里，买记忆药，记忆墨水，这个，捡起并摔起它的重量。好，不是啊，这个，哪里？捡起并摔起它，摔掉它的重量，这个是什么？我最会了，让我摔你的酒瓶。摔，摔，还不够，对不对？再摔，摔。你长得失忆的男子，接受。阿牛。欢迎我们走，与神殿讲话。
这里，那个，吹落去，对，我跟他讲话，得到赤焰的野角，野牛角，去打这个牛了，牛，这个吗？这个烈日野牛。我感觉我伤害太低了。好，一次可以掉两个，缺六个，这样要再打三只。还缺五个，这不能打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打十八级的怪啊？奇怪！打他！队友都不会帮忙打，对，对啦，还有一只，那你，打他，不是啊，这一只啊，啊，不是啦，啊，这，打他，这只，哎，他为什么不能攻击？哎，啊，我点错字了啊。打他！碎啦！打完了。这个是什么？走开！收集蛇胆，不是崭新的盔甲。你给我骗！啊，但你涂骹毋是崭新的盔甲。那有可能，崭新的盔甲咧，但你涂骹，奇怪。二，啊，再来是琵琶的双头，石林双头蛇，啊，伫遮，都伊，遮，这是铁矿啊，遮，记得哦，收集鳞片，然后就趁他们把它打死，收集鳞片，谢谢。收集鳞片，你们赶快打死啊！我只要收集鳞片而已，那里还有，冲！这里，射！喝个魔，这个吗？对，不要，你不要哦，不要了，这个
跟你不一样。你为什么要逼我？最讨厌人家逼我了，感觉我应该都是穿皮甲。等一下，我先看看我的装。这个是明体，皮是明皮甲是明。OK， 那就是皮甲。消灭巨型兵蚁，我要先卖个东西，我东西身上爆满，55分啦。单手武器，转一下，转一下，秘术师武器，这是散装嘛？感觉还是穿套装会比较好用。色清单，让我们最后画面就停在西索帅气的模样，好吧？接下来我们的西索，让我们看看西索。一片漆黑。有了，要保持这个角度，好吧，保持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最棒。这个角度最像西索。倒数一下，
好了，我们不要等他踢我们下线，那我们先下线，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接着是玩那个归家意图。然后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就被踢下线了，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我再开一次。